来，修道院 BK， 速度哦！肉马来了啦！鱼要爆炸了，鱼要爆炸了！哎呀，四台头车，肉马三只，你又活得下去吗 ？Combo 一波，五台头十车，二 P 是没有 TC 的。什么样子的死亡让你最恐惧？就是这种，知道自己会死，那个水是这样子。剩三村 ，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， 最后一村 one more。我们的血的有上来吗？为什么没有血的酷猫顶得住吗？巴罗斯又去外加了。八号蛇是外加了，好，天启孟加拉又要恶心了，僧侣又要恶心了，哇，一 P 跟三 P 也离得太远了，然后五 P， 萨拉森跟达罗加波兰，长得像小甜甜的女优叫什么名字？神木莉。酷猫木努内子。哦，匈奴伊索缅甸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前置湖。对，切进来。橘色的玛丽人叫什么？橘玛丽。四村打三村。现在这边这个窄口已经不是窄口了，这个算是蛮开阔的一个。土耳其，等一下直接开变啊！直接开变啊！天启已经潜进来了。由于双牛堡满分十分，给八分，给八分好了。在这边，酷猫匈奴，我感觉上土耳其这里变一个堡很难守哎、欸，你看他这里这个堡这么薄的树林，变一个了啦。巴罗斯变一个，后面他还有萨拉森呢，你不跟他打前期吗？变他了，变他了。六十四村打六十八，确实还有奶字。确实有，确实有，确实。OK，OK。哇，小甜甜好像也两年三年了哈。七十九村打七十三，巴罗斯队的贸易线有点怪怪的哦。你看他这里那个位置，哦，先抓解完。啊，这里有六只猪，那，啊，等一下贸易要拐进来。但是假设他盖这里，会不会他给我走这里的，啊，跟贸易线？有可能血的是因为澳洲时间太晚了，他先休息了，应该是。
Martin 这边，Martin，小心，没织布的哦。志凯，晚安，晚上好。延吉这边，紫衣村，米姑打回来。八路尺对话怎么穿越说那么少？西宫。啊，糟糕！他们这个是内家在用湖泊的啊，他们内家在用湖泊啊，啊，巴洛什队是双外加湖泊，哎，鱼手一下哦，这个要搞湖泊的哦，哟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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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内家打湖打双外加。看你是要打禁区那种内线双塔，还是外线浪花兄弟？看你的组合是那种 A B C D E F G G G F 系列的，还是要腿长两个系列的？谁会赢呢？现在这边112村打97。你就这里，湖泊要小心了。九九玩，九九玩，小心那个 Genji 上湖泊。那这里给你搞一波，你受不了的哦。承担不起这个码头在这里了。我们那个外加经济已经在输了。哎呀，Lucky 塔攻啊，先跟你消耗一波。不要让你太顺，有保兵，牵制一下，把封建时代拉长，让他经济好一点，农田撒起来。Baros 的湖刚好也在这，然后封建时代土耳其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守。哦，双塔攻。危险了，危险了！双塔攻，波兰优势，封建时代。Genji 这边在干什么？完了，木努奶子没奶子了。闪人，闪人，围墙，围墙！哎，这里还要再上一个哦。Genji 是笑的，哇，Genji！前几的这一村被射船射死了，你这两村，这边五村，巴罗斯队的经济很差哦，不乐观哦，不乐观。那个土耳其升不上来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保兵火枪战术没有用了。现在如果巴罗斯时间拉长，他就算上城堡出火枪，人家那家已经要帝王了。他们就是这么搞的，把你的土耳其给搞掉。你懂吗？我跟你这边停止发育，时间停止期，我们这边暂停10年，等你这里10年回来，这里已经先进时代了，直接把你干掉。你现在打保兵是不行，巴洛斯要想个办法，不然他这一盘 C 不动。Philippines 这边 BK，
危险哦，危险哦。你现在这边，现在这边这个湖也不太能用哎、欸。哇，巴罗斯这里怎么办呢？这个经济，米姑也是哎、欸，这个经济落差不行呢。天吉在那边911，他35村上风，后面有民兵。他把米姑给围住，米 Q 这边被夹杀，这里有人出头车，米姑等一下一上来 BK 修道院哦，赶快哦，好，晚上好。这边修道院 BK， 这里先围住，怎么有棒子出来撸小？哎哎哎！他还盖马厩，封建时代就想搞哎、欸，想让米 Q 变战犯是不是？那米 Q 这边想说只有棒子，后面应该没看到那个马厩有吗？哦，这个是 Scanji 的视角。来，修道院 BK， 速度哦，赶快！肉马来了啦，米丘，米丘炸船，哦 ，BK， 射船上去，哦，好丑，哦。哦，啊啊啊啊！鱼要爆炸了，鱼要爆炸了！哎呀，四台头车，肉马三只，你又活得下去吗 ？Combo 一波 ，And then Moonlight 4TC， Not my business。哦，四 P 说 Not my business， 没有我的事啦。哦，米姑。自己想办法。哦哦，土耳其这里二 TC 被牵制，巴洛斯危险喽！这个 BK 才刚刚开的就要被砸掉了，这里有肉马在搞 ，BK 修不起来了。也没有僧侣，有肉马，有肉马 ，BK 再一个，出僧侣会被肉马捞 ，TC 夹不夹得住？四 P 这边问一下队长说，确哎、欸，这里六只猪加一个金，我确定不用出兵帮米 Q 吗 ？Not my business。卡房卡烂，我跟你讲，米姑没有任何一村在外面哦。Not my business。哦，哦哦，四 P 没有打算救喽，四 TC 蹦蹦蹦哦，五台头十车，二 P 是没有 TC 的，二 P 是没有 TC 的。七只肉马，一台头车，七只肉马，定。
现在这边迷菇36村上十强，后面没有金。Where's my team? No team! No team! We have war! We have war! Not my business! Not my business! We have the war! Great war! 然后米哥心里想说，干，在巴西被抖告冲康就算了。哇，好帅！没钱了，修到没钱了。这个是什么洞窟事件吗？黑森林杀人事件，很像那个洞窟系列啊。知道自己会死，但是只能在那个洞窟里慢慢的等死。这个是最恐怖的，这是最恐惧的，死不是一瞬间。这一题，什么样子的死亡让你最恐惧？就是这种的，知道自己会死，那个水一直这样子，快点啦，水进鼻子啦，水进鼻子了。四 P 往左边打了啦，四 P 往左边打了啦。左边能不能被 Lucky 挡住？干！真的没有人要帮米姑。哇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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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还有 Elephant 真下来了，这你也没砸到。Philippines， 你这的车子很烂。聊天室你没有看到吗 ？Philippines，Philippines， 三 P。三 P， 你昨天搞到现在还在搞。三 P 把人家的罗马打死，十二村，哇，剩三村，完末完末完末，最后一村完末。一村鳄鱼船，一村鳄鱼船，淹到鼻子这里来。米姑圈粉了，这个精神。绝望，很害怕，他超害怕。可是这里的渔场等一下会被罚啊，有三批。哦、oh! okay. ，
吉吉没村了，林村黑森林，中投骑兵大象，这边还进不去，赛道出来了，哇！恭喜巴拉，恭喜 Genji 队了。下班了，真的淹死了，进鼻子了，一杠了。那现在这里二打三打四了，哎、欸，摩洛内子也是够狠的、欸，真的，摩洛内子够狠，四批够狠。哎、欸，5000块美金也是5000块哎、欸，是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盖码头，他剩这两艘渔船，这两艘渔船掉了就直接一杠。哦，差500美金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被打成这样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这一场不能怪米丢了，这个四 P 想要打另外一边，结果被八七 P 围住，哇，七 P 的墙，七 P 的墙，看一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找不到米姑的村民，但是也要找一下他的那个吧，骸骨吧。米姑，我来了，四批不来，我来了。啊，杀！祭奠站被人家劫袭，剩两艘渔船。这边菜刀也来了，你的游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哎、欸，是说聊天室是不是该点个赞啊？是不是？吹票一下，吹票一下。米姑划线是不是还可以报情报？不行啊，不行。他还想要继续活着，你看，他的渔船有在动。哇！哎、欸，有机会洗到吗 ？Please, please， 洗他一波。输一啦，输一啦。看分数是还有机会。输一啦。打得好，伊索重头放回伤害，碎啦！哎、欸，杀人诛心，不要啊！天气干，都告干，米姑长得很可爱啊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准备划线哦。I have to go, bye boys. 米姑的最后一句话说：“兄弟们，我要走 ，boys 啊！”
哇！米姑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刚刚鱼儿爆一个米姑的料，我等一下这场播完，我先给你们看好不好？好笑的来了 ，TV 搜查线真情大考验，米姑为什么你会遭到如此对待呢？等一下让我们看下去，等一下让我们看下去。快笑死！现在这边，哦哦哦！派大星博士加教授加先生330块赞助，感谢你，我们潜水的观众派大星，感谢你。你的 ID 也太长了吧？哎，米姑有 beef 了，好好笑啊！这边波兰格子嘛有61只，巴洛斯腿软了。因为你 BP 逼到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福寿星哦，还是什么的。这边 Genji 的相公也来了，哇！让 Genji 这个 We Got You 拿到第三了啦 ，Gen 哥 ，Gen 哥今年成绩进步 ，Baros 被打下来了。等一下 ，Sito 打 Valas， 全力支持法式浪漫，全力支持。是说我黑森林真没看过有人被画一杠的，是啊，哇哇啊！不放手，直到梦想到手，已经到天国了，已经有一位弟兄先到天国，先去喝那个海泥根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已经到，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。安安，为何有人先被灭了？这个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。这里被画一杠，然后队友还不一起投一投，下一场怎么合作？没有下一场哦，没有下一场，哈哈，没有下一场。完了啦，这里 Genji 相公出来怎么打？巴洛斯还在守。啊！哎，米姑在想说，米姑想说，哎，我这里已经画一杠啦，怎么没有一起投降出来？一起就是大家辛苦了，第四名也不错，大家辛苦了，没有？高中福利社的概念嘛？啊？不是说好礼拜六不约了吗？只是找一个理由不约，因为有四个人，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，我不想跟他一起看电影，我们不约看电影，但我们吃烤肉，但是变三个人啦、啊、我这他妈礼拜六是有空的啦，我礼拜六其实是有空的啦，好，我们这边恭喜 Genji 今天祭奠战2-1拿下第三名。哎、欸，真的好笑哦！米姑真的好笑。
来，第一张照片，来，先点赞，先点赞，哎，先给我们鱼儿点个赞。Miguel 他 take Valas 队的外加 Nolo 说：“Look what you have done to me today。”然后他喝很多海泥根。下面的对手就说：“Did you drink this before or after？” 是问你说你是比赛前喝还是比赛后喝？反正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海泥根。据说啊，这个是好像是赢得之后，米克要犒赏自己的酒，哦，结果现在已经 QQ 了。